们今天要拍那个大家来找茬，你是鬼，你先出去。拜。出去，出去，来来来，出去。你知道出去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意思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按下订阅，你会得到更多知识。那我们是最近忙什么？今天我们要拍的是大家来找茬。好，今天的鬼是谁啊？今天的鬼是小李。但其实呢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小小的整他的企划。对对，就是他今天无论怎么找，都找不到任何的错误。太过分了。还在当猴子耍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改编。对，因为他一定一看就会知道，所以我们干脆就不做任何改编。而且其实最主要是他生日快到了，因为他生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过年，对，所以没有人会帮他庆生，所以提早帮他庆生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怎么做嘞？我蛋糕呢，我已经叫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剪接师帮我们偷渡一下这个蛋糕。那我们就开始。下面呢，你看我是谁呀？我们去看看。今天到底是谁？是今天的倒霉王。中文不识字，你好，这有问题。相信不懂灯，这有問題。你要装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先计时一下哈。80分钟，开始。这个我今天最后抓了，那就让我太久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让他维持在这。你好 ，OK 啊，做最重要的事。好，这个等一下。好羞。他不懂灯，这个应该是正常的。我要计时，你好。你就不懂数字，哎、欸，不然就是。那我跟你讲，你看就是沙粒哦。对啊，这样遮起来，它就是一个乌鱼子哎。这样遮起来不会讲这种黄色笑话，这有问题。完了啦。这个先有一个这个嘛。欸、你不是很聪明吗？哇哈哈哈哈哈哈！快哦，快哦。丸子带一边都有问题。那要不要抓？我想一下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让他站起来一下。相信不要那太明显了啦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没变高啊。我为什么可以看他的屁股是光的、啊？中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后面是那种婴儿的，真是可以撕开的。站起来，站起来。什么玩意？又是你第一个？站起来啊！不可能的、啊，站和站好啦。现在不行啊，现在不行啊。天哪，抓！站的时候不能站了。不然你先随便抓一个。现在你半个都还没抓。对啊，好了，先抓，我一次抓三个。首先说送完再看书啊，你又不识字。我什么时候不识字？想恭喜答错。哎，你现在剩5分。这么少？抓瘦子。哎，怎么了？他的耳环剩一个，有问题。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真的不是这个，你要猜的是另外一次耳环在哪里。保护色，太诡异了，他在干嘛？好，那我把这个耳环拿下来带回来啊，那就恭喜小李答错了，个人习惯。我记得刚刚我还要再抓一个东西的。我觉得你可以往一些我们的坐姿方面想，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做？对啊，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做？但没有这样做没问题啊。全丁，靠，这边其实是二楼，是不是？你以为呢？我们下楼梯？对啊。哇，这个哇，走不完，现在正在移动。对啊。楼梯？为什么啊？没什么问题啊。丫丫。嗯。痘痘贴不见了。好贴。对啊。你太过分，太消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要抓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要抓吗？抓啊！恭喜你答错。到底哪里啊？没有问题啊。坐姿坐法，大家都没问题啊。少吵。大家没问题，真的是我真的会说大家都没问题啊。你要想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是找上半身的，我们在楼上的时候是不是都找上半身？所以现在为什么在楼下？为什么要跟你讲坐姿？那为什么不会赶你出去？因为你们拍大家来找茬，还剩几分钟了？2分钟了，完了啦！为什么？全部站起来！太凶了。害怕？对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干嘛、啊？你们在肚子里藏东西哦？靠！你们全部都是夜光的。很聪明，其实很聪明。那个没有关灯，都在充电，全部是夜光的。好笑！一开脸，哇，绿光，看不出来啊。三十岁，你根本没在看。不行啊！
不行，你待在那边，你就知道。哎，我们现在真的三分钟不看，现在就剩后面那个描述了。好好好，看看这个聪明的家伙。都是羞辱，真的没有问题啊，有问题。哦，你各位，这是我们这边的 WiFi 啊，要宣传一下。啊！恭喜你，一个都没中，好棒哦！没有任何怀疑了。我们公布答案就是。去完成这个大家今年的目标啊！如果你们都还没许目标，那就来不及了。那第二个愿望呢，就是希望啊，不准哭。这个最近红什么呢？这个团队发展越来越好，然后大家呢可以再多出几次的出去玩的这种机会，希望我们还可以再多出去玩几次那种很快乐的。那种不要跟想要跟观众讲，我还有做小东西啊，这个很好笑，太好笑，这个蛮好笑的。他能切完哦，下一个要香香切。为什么？下一个生日。我战无悔。